就是拢是办喜事才有滴袂，啊，我甲阮老爷讲，阮兜就是逐工拢伫办喜事，所以我们家就是红灯每天都是亮着的，就是喜气。做完我一定会给他满满的祝福。我们家虽然是卖汤圆的，也是每一碗都希望客人吃到的都是甜蜜蜜的。煮汤圆的过程啊，偶尔都会有破掉啊，我都说破了没关系啊，破了就请大家吃。每一粒汤圆啊，都是我们很用心，应该讲说农夫很用心的把那个米种出来，然后你要爱惜那个米粮。这样子，然后老板娘在屋里面更漂亮哦。圆润饱满的汤圆象征着一家团圆，每年冬至到元宵，深坑高家的汤圆店就特别的热络。今天大节日，阿姨没有提供抹茶，对，因为我还有其他的单要做。所以我怕时间抢缝，忙忙忙，手脚从没停过。电话另外一头的订单不停的下，大女儿慈瑜赶紧钻进后场来补货。其实这个小时候真的会很怕，做到会怕。你看看娇小的他，费劲摇着超大的竹塞，就是要让汤圆旋转跳舞。你想要做什么样的汤圆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它可塑性蛮大的，不是只有甜品而已。其实，对，然后像现在其实冬至也超多厂商，你看都做很多口味。场外忙个不停，镜头来到骑楼下，又拉出另外一条战线。所以现在跟着爸爸妈妈在身边呢，啊，在菜市场啊，就我较好找家啦，比较好叫啦。啊，其他兄弟有都叫不来，只有我比较好叫，啊，就跟在爸爸妈妈们身边。以前是好玩呐，啊，现在不晓得会变成真的是一个职业。他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，就多了很多产品出来，像巧克力的啦，还有那个红曲的啦，还有姜黄的啦，还有抹茶的啦，都是他们自己心想出来的。我是比较接受他们年轻人的意见，那他妈妈就比较会有一点他自己的意见，要遵从古法怎么样？其实这个年代就是这样子，你不跟着时代走哈，就会停顿在那边，会变成。原地踏步，对对，原地踏步就不好。传统的妈妈们一来就是问说，哎，我要红的，我都没有。对，可是我就刚讲说，那你这就不用挑了，因为他们就是拜完一根，其实蛮浪费的。然后我们自己做吃的，就是会希望做出来的东西非常好吃，他们也愿意吃，对，所以就换成红曲。对，然后可是有些阿姨，她就是你只要慢慢跟她讲，她其实知道，对，然后可能绕出去，然后再绕回来，然后接受，你就会觉得那是种成就感。宝贝女儿的创意再怎么天马行空，做爸爸的肯定是宠溺包容。做这个纯手工的哈，你一步都不能马虎啊。时间你要泡多久，然后皮要怎样才会 Q 弹好吃，这个都有一定有一个时间的，你就是不能马虎也不能贪快，大家去啊，就是全家人可以在一起啊，很幸福。对，甜汤圆的做工繁复，咸汤圆又是另外一项工程。满满的夹心肉拌入新鲜葱末和家传配料，接着开始甩肉，用力甩甩甩，一颗颗浑圆饱满的汤圆，上面点了两颗眼睛。煮汤老板娘也有自己的 tip。我们都是用大骨肉汤，对，然后我们不加盐巴味精，我们加冬菜去提那个大骨肉的甜味，
这样客人吃起来啊，喉咙才不会那个干燥。一般的馅你可能还吃得到一些肉的味道，可是它的肉你会闻到的是香味，而且我很喜欢就是咬开一口，然后看里面的肉，然后就会觉得吃起来很幸福。尤其是它的汤头配上汤圆，真的是绝配。所以每次来我都是一定要点这一碗，就是没有吃到这一碗，我就觉得我没有来到这边。郎客呀，听到对不？没有吃到这一碗汤圆，就不算是到此一游。对高家人来说，汤圆不管是哪一天吃都好，因为每个圆都是圆满，都有祝福。里面哈，豆花里面，我在里面，所以今天是客串，哎，今天客串，因为老板娘不上镜头，哎。元宵不只吃汤圆，俊霖姐姐接下来要带大家去吃饺子，招财进宝，添好运。你不要烦躁，就是先来后到。每天愉快愉快，所以我今年73岁了，我还在这边。卖的是传统面食，所有的餐点都加了愉快鸡皮，难怪主打的水饺、鸡汤、招牌汤，让老饕们个个吃的是脆球把球，心回亏。喝得出来，就是很真材实料那个鸡汤去炖的，以这样子价位来讲的话，名副其实的。味道在哪？不说话给加入的。CP 值也够，我都没人做安尼。没人这么做，应该改成没人愿意像他这样做。杨润成的店里每一样的品项用的都是超规格，成本也超乎你我的想象。阿凤也有酵素，酵素的话它对人体也好。然后再说我们这个。荤的比较多，你多放一些蔬果类的东西，综合一下。你没有看错，竹笋、凤梨、苹果、洋葱、萝卜，满满的蔬果载浮载沉，光用看的就知道这一锅不用味精调味就天然鲜甜，有滋有味。而看不到的水底还有8只拳鸡、3条猪五花现身。老板说，招牌汤底得要前一晚先沸腾4个小时，第二天一早再煮3个小时，才能交织出层次。那个中国共产党用18倍的兵力去打。去打美国一个团，用这个概念，好像没有诀窍，绝对没有诀窍。第一个就是你的东西好不好，多不多，浓度够不够。舍得用好的食材，诚意十足，加上耐心火候。老板说，如果能做到这样，东西没有难吃的。双酱牛、活鲜虾。主角够牛够虾，泡在招牌汤底里，收服挑剔饕客的味蕾。汤头非常的浓郁，然后它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整片的，对，它咬起来的口感也很好，会比较贵，但是很值得。超值的还有这道口碑鸡汤，9份料，1份水熬煮。别人的鸡汤都是清清如水，但是杨润成的却是熬到浓厚乳白。能来到我店里面的人，我都带得很感恩，因为我现在年纪慢慢大了，那么多吃的，你可以走到我来。我会对他很好，我对我的客人都很好。以超值的美味对待客人，就像是阿公永远怕乖孙的假尾巴。小小的店面到了用餐时间大排长龙，做到累了忙不过来，老板只好每隔2-3年调涨价格，以价质量，让他稍微喘一口气。我们是要有良心的人，我调整20%价钱，我品质一定超过谁，我品质调25%。鸡汤一碗180元，几乎跟台北的名店卖的差不多，但让人一看睁大眼睛的价目，其实是在水饺区。这一颗20块钱一颗，这会不会是全台湾最贵的水饺？这个全台第二贵的，第一贵是我的22块，
包一只虾的那个红鲟水饺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一颗水饺20元，对，你没有听错，但老板用的是一斤700块钱的美国安格斯黑牛，有花均匀的双酱牛搭配韭黄做内馅，试货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价钱非常合理。它不腻，假如我们讲牛腩，它会有点腻，它不腻，然后它咬的那个样子，你说它硬吗？但是它咬得动，然后它香气会留得很久，然后咬起来很舒服。这一颗22元的三鲜水饺，包的是干湿两种干贝，红鲟肉、梅花猪，再加上一只完整的草虾，就像是海鲜火锅的缩小版，实在是太狂了。而店里价钱最低的招牌水饺，一颗也要15块，用温体台湾梅花猪加上冬瓜、洋葱和鸡汤，老板不做常见的猪肉高丽菜，就是不愿将平凡无奇囫囵吞枣吃下肚。宁为鸡首，不为牛后，要做就在你那个行业里面一直做到顶尖，要不然有人比我还好的话，我很郁闷，我为什么不能比他好。要做就做到顶尖，老板自律的精神来自军校的严格训练，从小耳濡目染的家常技能就成了妈妈给的吃饭本领。从小学2年级，我就会擀皮包水饺。家里妈妈在家里就会，因为我是东北人，我记得这边有一个穿着西装啊，看起来蛮斯文的一个中年阿伯，他连吃一个礼拜，大家吃完会给我鞠躬，啊，谢谢你给嘉义带来一家这么好吃的店。我那时候不觉得自己好吃啊，我心里就觉得说，哦，有责任心了，哦，你做得好，人家会给你鞠躬哎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是很当一回事，一这样一路做下来。要做就做做最好。用价钱较高的高筋面粉创造出弹牙的口感，或者是看美食节目吸取别人的经验，不断追求更好，不固步自封，每个口味都还在进化的漫漫长路上。他好爱做，我很不爱做。真的啊，他乐在，但是我也是会配合的。他乐在其中哎。对呀，他有那个军人的那种使命。这些年和太太两人四手包了超过100万颗水饺，饱满了一家人的生活经济，也成了嘉义人的美食记忆。老板最感谢的是太太一路相伴，携手打拼。爱妻到老两人最大成就。你有跟他讲过吗？我跟他讲。他会有点不好意思。嘿，哎哎，刚放了，来一下。啊！我说我这一生最大成就就是娶到你。哎呀，好恶心！娶到你，哎，然后。哎，这怎么样？哦，老板真的是很会放闪呢。看看老板娘笑得心花开，即使过程辛苦，夫妻俩依旧乐在工作。每天收工后跑步锻炼，例行健康纪律，就是为了能继续再做30年。嘉义最贵水饺，一口咬下，绝对值这个价。现在比较没有人讲说，哎，你水饺太贵了。他们现在知道，我一直就希望能做到全世界最好，以我的生命一步一步，永远没有停止。圈芋头饼、红豆包、芝麻球，这样还不够眼花缭乱。现炸的三明治一亮相，强大的气场立刻抓住大家的目光。一个，两个，好，一人添一个，好，那来。
看看这人潮，前场买气热烈，后场的油锅跟着沸腾，两个小电风扇使劲吹也散不了热。摊位上的多种品项，三个小时就完售，您各位动作可要快，越接近下班时间，排队的人潮就越多。他们真的很好吃，火腿吧，然后番茄、卤蛋、黑桃花、牛奶丝，我蛮喜欢它外面这种面包，两个吗？它比较酥，它大又便宜。一般基隆庙口那更便宜，好吃。对，而且它是新鲜的，现场做的。冬天可能要排比较久一点，排比较久。对，都还是给他排了，对，还是照排。婆婆妈妈疯狂扫货，阿公阿伯路过也会多看一眼，因为一整摊的金黄酥脆、花花绿绿实在太抢眼，光是芋泥瀑布就能把理智淹没。一般吃得到的只是芋泥而已，我们有块状，可以，对，都可以增加它的口感。来看来，鲜又好吃哦。炸三明治，炸出商机也炸出生机。在疫情巅峰、传统市场生意最差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及时推出全新口味的三明治，老板夫妇原本考虑收摊。原本想去做那种。就是打扫的，对，它算是那种，算是那种新城屋啊，做打扫的那个，其实都我爸的朋友做的都还不错。那时候有在想啊，业绩直接掉了快三分之二哦，就想说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吸引到，因为我们这个之前的年龄层大概都是妈妈那边的40岁左右。想说做一点看可不可以吸引一些年轻的人潮来啊，我觉得是一个转机啊，因为那时候真的在想说，我们就是有在想说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变化，或者是要转换跑道之类的。你有去做努力一定有机会成功啊，不去做努力的话就是一成不变而已啊，对啊，也总不能老是怨天尤人啊。不怨天尤人，夫妻俩在空间不大的摊位各据一方。搬木箱、油炸、起锅、包料，动线完美，在慌忙的场面也不会乱了阵脚。这个越来越少人做了，因为如果你请员工来做，其实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利润。对啊，已经。很少人在做了，这个一个人没办法，因为做货他也是要跟我一起做啊。对啊，早上都在做货。可以算上辈子的好家吗？对，算是吧。对，就是。从幼稚园就同班子，后来才认识，国小同校啊，国中同校啊，完全都不知道他是谁啊，那是后来才认识的。不太会吵架啦，不太会吵架。做这个都要被训练成 EQ 很高，你不能，你得罪了一个客人，他以后就不会来啦。对啊，他很多人一买就买了五六年、十几年这样。双胞胎哦，我看一下，再两分钟哦，哈，再两分钟，谢谢哦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哈。从幼稚园开始牵起的红线就把两人紧紧地系在一起，一个市场一个市场的跑，说不累是骗人的，但是市场的人情味让他们舍不得放掉。新庄、树林、中和、台北四个，目前四个比较可以拼啊，我觉得啊，每一个地方都经营十几年了，就会舍不得就经营起来的客户。主顾客真的太多了，我们舍不得放掉任何一个市场啊。对，双胞胎四个50。年轻夫妻的朝气让传统的油炸点心鲜活了起来。起初家人还担心两人选错行，前景堪忧，还偷偷的当起了远观的秘密客。一般人其实我觉得大家对甜甜圈双胞胎的印象，都会觉得说你看起来就是有点比较暗暗的、黑黑的，或者是脏脏的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会有像我们这种比较明亮的感觉、比较干净的感觉，然后会觉得说，哎，你卖双胞胎养得起小孩吗？我爸那时候还真的跑去他们的那个市场摊位上面看，生意都很好啦。哎，我爸
看到之后就觉得很放心。危机当转机，机运来了，冲冲冲，往前冲就对了。夫妻俩用一只油锅炸出美好的未来。你好，你要口味吗？有原味梅粉椒盐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一压再压，金黄色的小球慢慢长大，变得完美，空心皮脆肉 Q， 让它膨胀，然后把油逼出来，20次左右，就是要看数量。地瓜球吗？你看松的吗？好，有口味原味梅粉椒盐，要什么口味？小摊瞬间被人潮给包围，入夜后才开卖的地瓜球，在台南归人的午后提早开吃，往往油锅还没热，就有大群人等着。今天要准备几盘？今天11盘。而且这是第四盘了。这油锅里像是白花花的鱼子哎。蛮像的，说是大把银子，但这一颗其实才1块钱。你没有听错，就是几颗啦，无敌铜板价。我做久了，所以看起来没有酸。你好，姐姐，30梅粉哈，还是原味？梅粉，梅粉哈，爱蛋碗几嘞哦？通常都是你操作就对了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希望让每个来的客人都可以吃的嘛。是我买给伊呢，啊，伊会对个，伊会不欢喜啊，伊讲伊要吃这个啊，伊昨昏就甲我讲啊，哦，系啊。都是我弟来买啊，然后我负责吃这样子，就是会一直吃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不知不觉嗑了蛮多颗的这样子。地瓜球是我的最爱，也可以说是国民美食，有椒盐口味、梅子口味，而除了地瓜球，还有软绵又大块的地瓜薯条，冬季限定的黑糖地瓜圆，更有像是掉进地瓜田里的浓稠地瓜牛奶，最高纪录开卖2.5小时就完售。环境嘛，就是很清幽，很适合大家来这边烤肉。吃外烤肉，哦，被蚊子咬了。对，被蚊子咬是比较不能接受的。在虫鸣鸟叫的环境工作，加上年过60的妈妈蒸地瓜、削地瓜，一大早就开工。嗯，因为小时候就爱吃甜的，对啊，然后每次去夜市就想吃地瓜球，然后又想吃脆脆的，所以就想说自己做看看，每次可能都买个200吧，然后又想要吃小颗，想要自己做小颗一点，要吃多一点。创业没设限，就从最喜欢的事情下手，妈妈教他们挑地瓜，甚至到夜市站岗吸取经验。哦，倒掉超多的，去夜市偷看人家炸、啊。有看出什么端倪吗？没有，完全看不出来，都会炸不起来啊，不然就是很像飞碟那样扁扁的，不然就是硬的跟饼干一样，比饼干还要硬。甚至用小锅试做，高温瞬间爆裂，还差点呼叫119。老板说，成功经验就是在一次一次的失败中累积。就很像在做手工一样。一开始也不晓得说它要怎么存放，或者是地瓜要怎么放，它才不会酸掉。因为地瓜是很容易酸掉的东西。所以你们找到办法？就是早上做，然后下午买。新鲜现做。对，新鲜的就都 OK。把
蒸好的地瓜加进地瓜粉做成粉团，就是地瓜球的前置作业。看起来容易，但要吃起来 Q 弹有劲实在不容易，尤其 size 一再改良，让小孩也好入口。很多爷爷奶奶会特别来帮孙子说，他们一定要吃你们小颗的，大颗的可能他们不好入口，就是一颗一块，所以可以给他们的分量会比较多，因为就是想要让大家都可以满足他们想要的量。世外桃源做出的地瓜球充满了快乐的分多金，每天做多少卖多少，新鲜不囤货。老板夫妻俩三天两头还得开车到云林挑选地瓜。现在地瓜超过5个多月了，所以现在甜分很够。好，对你放心。好，所以这部分做地瓜球的品质保证的。好，大哥谢谢。然后那你多看几套。好啊。这一套也是。嗯，很漂亮，品质都还不错。二代的地瓜农，年轻人惜年轻人，知道创业不容易，总会帮忙夫妻俩来挑选。虽然是劣果，卖相不佳，但是大颗好削皮制作。一袋一袋的地瓜扛上货车，台湾地瓜的产量大，总能消耗不浪费。近年兴起的地瓜球小摊也算是小小工程之一。对啊，每天练。听说这个杆子有断掉过。有，另一个锅子有断掉过。哦。那这个锅子是弯掉。已经弯掉了。对啊，前面这个地方弯掉了。因为我们是跑业务工作，然后想说下午茶点心全品项一次点满这样，就地瓜球、地瓜薯条，然后地瓜我们就都想试看看，嗯，好点，点好点满，谢谢你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，要小心烫哦，谢谢。观众朋友啊，还在等什么？看到这里，有没有想现在就手刀冲台南，品尝这一颗颗金黄 Q 弹的地瓜球呢？接下来要带大家去吃一间隐身在市场的熟食摊，只有三个字可以形容，就是超厉害。这米头是限量，每天对，就是不会做到太多，然后也会有一些团购的朋友啊，这样子。对对对。窜出阵阵的清香，还以为我身处在池上的土地。紫米的芬芳气息随着白糖、橄榄油的拌入，不断不断的释出。做吃的就是像那种食物的魔术师一样啊，对。但你只要说会懂得一些基本的它的原理，啊，你只要它的变化一下，这样就会有你的特色。说起紫米芋头，这是林爸爸20多年前的创作。原本只是个卖港点的小摊，以糯米为主的八宝糕是众多的商品之一，也是后来才激荡出的小玩意。因为我有这种铁盒子，想说哈，不要浪费啊，就因为铁盒子我要做萝卜糕，我以前都做萝卜糕卖好多，就是因为有铁盒子，想说来试看看。成功啊，当然不是一步到位，口味要由咸变甜，形状由圆变方，才有今天嘟嘟好的模样。紫米和芋泥就像在热恋，交织缠绵融为一体。做土木的儿子甚至把制程导入他的专业所学。你要先放样嘛，你要放样，先把地基放出来，然后要开始要你要怎么挖，然后要做支撑，要做什么都要先想好，一步一步来。然后最后灌浆。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，就跟
在做地工，因为跟土木一样嘛，就是一步一脚印，不要贪快，就是稳扎稳打的做这样。第一次听到做吃的还要融合盖房子的原理，实在太专业啦。不过为了制程，父子俩的争执频率变高，直到这两年才找到平衡点。翻得多容易施工台，所以第三层这层最难，最难，它很容易翻一翻就破了啊！你要边翻边整理。这个是制作这个最好的方式了吗？目前啊，我有想过其他的，可是还没试成功。最完美的状态就是让软绵的芋泥可以撑起 Q 弹的紫米。家都没有添加什么任何添加的东西，就很简单。这个非常好吃，就是还不错啊，就是吃的 QQ 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平常有看到他在排队，那我是想说今天好像没人，赶快买一买，不用排。谢谢你，谢谢。那边冷藏哦。这一份又一份的紫米芋头糕，近年来成了疗愈系的爆红甜点，台大学生爱，上班族也会光顾，更别说是芋头控。今天有办公室嘛，裁剪所啊，殡仪科啊，随时来随啊，他们中午会下来吃，人就很多，还有晚上那一波，那早上呢就是那个妈妈婆婆妈妈们，白天卖菜。而用餐时刻就交由便当热炒店接手，贩售熟食的林家就得在生食熟食间抓到赚钱机会。早年林爸爸是便利商店的店长，想在工作上有所突破，才会转换跑道进入总公司的港式点心部门。是我推荐说我要去，但是那时候只有缺司机，然后我就让我当司机。师傅那些都，我们那个都高薪聘请的香港师傅，刚开始都洗碗嘛，干嘛哦，就是送完货都要帮忙洗碗。那后来发现说，觉得孩子不错，很肯学。后来我还做了那个中央厨房的最，就是等于是最大的。那后来我就想说自己出来创业。在香港师傅身边把握学习机会，烧麦、水晶饺、虾饺、港式萝卜糕、潮州粽、江浙菜、卤味都做得有模有样。后来在离家近的市场做起生意，这一做就做了30年。这样子，这样够吗？够吗？肉不够的话，还有肉，这一块很漂亮哦。好，再来一个肉。好，就这样吗？对，好。像卤味啊，然后炒米粉啊，对，平常还有做那个蛙桂啊。样式多一点，就是因为这边上班族也很多，然后他们吃一些便当也会吃腻啊，然后就会想要挑一些小吃这样子。靠着食材堆叠食材，累积客人对手艺的信赖，紫米芋头糕就像是模范生打前锋。不过有更多的老菜色是小摊一直以来的坚持，像是白菜做成的松柏长青就非常受欢迎。新鲜现包的手工烧麦，还有小巧适口的珍珠丸，各式各样的港点也只有在这摊上才找得到。因为我们家的材料都是很安心，你吃得很放心，不是说用不好的东西，都是很安心的，像龟爪和酱油啊，都是用好的东西。
林家人的点心摊，每个品项都有着生活经验、市场观察，老派里藏有新鲜感。紫米芋头糕让小小摊发红发紫。一组一条冷皮啊，再等一下。年吃腻了大鱼大肉，志玲姐姐我接下来要带大家去高雄的三民市场吃点夜市小吃。我要进来喜欢你的热爱环境，都爱喝杯灯笼鲜下午茶，排队排很久，所以我都直接跟他讲一讲啊，我去买其他的东西。看着客人们一串接着一串吃，廖家兄弟这一摊烤欧链当做点心或是正餐都行，假卡够假吧。环保意识抬头，我不能尽量不要让它有烟。所以你无看现在都无用木炭啦，袂使烧十片啊。为啥物？烧十片我物件哦，恁皮料拢袂香。嘿嘿，老板真爱公孙雄呢。你们家的黑纹炭啊，香气四溢，让路过的人免费闻香，再闻香止步，是你们廖家兄弟俩的心机哦。斤两三四五六七，大肠，啊，条啊，米糜，米白，乌莲片，黑莲片，拢有各有特色啦。爱含乌赤，还有像安尼赤赤，安尼海恁讲咬起来安尼。真的，我的肚子已经咕噜咕噜叫了。把乌莲烤得恰恰，带点综合色泽，吃起来微酥带软。烤台前，弟弟廖坤南忙着翻动美味。香肠、糯米肠坚持用猪肠当天然的肠衣，就算是铜板小吃也吃得安心。黑轮片则是带有厚度，不易熟，容易焦，这可是非常考验师傅的功力。十点而已啊，你无看我手拢无顶无甜过，啊甜了超会打牙，然后有那七八盖子。哎，来当磨灰烬，啊嘛是会酸啦，一定拢会酸的，拢职业病嘛是有啊，锅碗啊。老板一看就是专业烤手，会预先烤个七分熟，等客人点餐后再增添几分颜色，节奏分明，不急不徐，是20年累积的真功夫。是靠热气，而不是靠火，大火一定超大。中秋节无加便宜处理啊。讲中秋节，你讲我要歇困啊，啊无去朋友遐嘛是该烘啊。当年因为看中市场人潮，老板兄弟俩毅然决然从原本的油汤师转换跑道，不怕麻烦，勇于改变，重新学习烤台技巧，希望赚钱事业能大花楼。你若平平做起来哦，啊紧顺手啦。你若讲叫我去过来恁家做，我嘛头壳嗡嗡啊。改业嘛袂歹食，你看我物件煮济啊，就好食啊。烤物再配上小瀑布料多汤好的关东煮，兄弟俩一人一摊分进合集，生意非常火热。但是有得必有失，两人忙到平日假日都无法陪伴家人。会惊，初阳时啊，像安尼啊，过年时啊，外客搁啊多啊，外地来啊多啊，啊伊就卖偌济，赚偌济啊，啊担心啥物？眼看就要错过孩子们的成长，兄弟俩于是商量缩小规模，二合一，一人轮流做一个月，省下财富的累积速度，换来再多钱都买不到的亲情。啊，你好时间啊，有自己的时间呐，啊，无你啊，像你安尼做。啊，要创啥？要创啥？佫无代志，无多做啊。啊，你啊，拢像安尼，迄一个月，迄一个月，咱家己有计划，当带囡仔。啊，是咱做忝啊，我倒歹去啊，去反倒啊，是啥货？安尼会当做代志啊。独立赚钱又合作事业，兄弟登山各自努力。轮休的那个月，偶尔对方需要帮忙时，才会现身伸援手。较有真正迄个困难，啊！你今日过来，对吧？啊，我等下就先走啊。
是包包在那边吃。嗯。阿姐烤烤嘞。啊，无爱做就加减啊做啦，嘛较袂痴呆，对无？啊，无你无咧创啥，站住看电视，啊遐济嘛是。阿你嘛足忝的，是咱做惯事啊，阿袂做个烦恼啊。财富和亲情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衡量的天平。廖家兄弟俩有相同的价值，有舍有得也是人生的顺位排序。好啦，讲到这里，我要先出门买烧烤啦，再见，拜拜。一列一列的蒸笼叠得像是一道城墙，里头这一颗颗扎实透亮的小笼包正在享受着蒸汽浴。你们贵耶，咖啡香。位于大马路旁的这台小货车看起来并不起眼，却是云林虎尾乡亲的口袋名单。点一份小笼包，还送一杯红茶，实在物够赞。其实就是四五盒这样子，某一天吃到就觉得很好吃，我们就变成常客。就是皮的厚薄适中，然后馅很鲜甜这样子，这次就觉得很好吃。要很饱满啊，而且香气很足够，几乎吃了的人会再回过头来。我朋友来，他们也都说要吃这个，然后到外地去也都会买去给朋友吃。料不用，对，但是料日赶快，我无够停休时间。再坐下，好嘞。闲话家常后，熟客通常会再问一句：什么时候会再出现？因为这辆餐车没有固定位置，经常神出鬼没，在地人称它为“幽灵小笼包”。那个是虎哥大的学生取的，不是我取的，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做半夜啊。不是说晚上十点啊到两点，到今天来这边，啊，明天我们想要去摆哪边就往哪边去，有没有固定的地方？所以他们说常常在找，所以才会有这个名字出现。白天没有位子做生意，只好等到店家关门再出没。老板从父亲手上接下家业之后，幽灵餐车才有了安顿，不必再东奔西跑。但是神出鬼没的风格依然没有变。我前几天要来，他都没来，没开呢，老板。对啊，对啊，会啊，偶尔经过，因为我是从那边回去，他有在都会来买。然后就有点小时候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忙，还是说。不知道怎么了，我两个在搬厝啦，啊，做无闲，啊，做地人在咧问，找无人，真正找无人。这三十几年的日常，对在地人而言早已习以为常。不过能让客人这么支持，也和老板的坚持有关。老板制作面团，细心呵护，连一点风都吹不得。你若像风头，我门拢爱关起来。啊，我做完这就是愈热愈好。啊，这汤包它就没有差了，因就是用吹电弄，用创，吹恁几下生吹拢无要紧。水饺皮是烫面，啊，我们是发面不一样。内馅用的是猪肉尬型吧，肥瘦比例随着季节变化调整，把细节感受一并计算进去。你若夏天通常我拢未做了伤过，啊，你若寒人我得油的比例会比较多，因咱寒好啊，咱食较侪油较辛苦较袂翻掉。我的口味是迄个较属于迄个古早味迄味的啦，你若一般咧食，可能他们的姜丝都是放在外面。不像我们都是一粒都是在里面，我这肉是市面上比市面上搁较油，伊就食起来会较绵啦。
肉馅打得绵密是富家的贴心举动。父母亲做小笼包生意，老板从小看到大，该学的该会的一样都没有少。面团不是先压扁擀平，徒手拿起，靠着一根汤匙迅速包入内馅，完美成型。扣这个筋哦，袂使扣了伤大筋。你顶面这个筋扣伤大筋有无？它底下的皮就会变比较薄，上面就很厚。大家拢讲啊，你这粗脚粗手才会有才调做遐物件。我都是做好啊，就开始一直蒸，一直蒸这样子，不然它会一直发酵。就是你吃起来里面都是空气啊。当兵的时候，一些外省的教他的啦，然后他就自己想说公司倒闭了，然后就下来做这个了。这个是家业啊，家的事业啊，家业啊，他没有人传人啊，家里的兄弟只有我会而已啊，其他都不会啊。啊，他们嫌这个累啊，我爸有在讲说这个，如果他退休以后就不做了啊。我爸跟我妈来吃，但是他说我做的比我爸更好吃。我爱去吹呀。对，无唔对，啊，我回来较稳定。对，你这讲固定比较。诶。我加锅的饭，加一碗跟锅泡面两礼拜。OK， 谢谢，拜拜。延续父亲打拼的点滴，这一辆胡味人口中的幽灵餐车，到了晚上又像是行走的深夜食堂。还在等什么？振玲姐姐，我要冲一波云林啦！喜欢我们的新春特辑吗？别忘了上网搜寻《大卡爸我的炫富日记》，订阅并且追踪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以及 IG， 新春赠奖办法都会在上面公布哦。